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？ 殿下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的脸皮特别厚啊？本王只是怕你嫁错人。明日之后，我们就要分开很长一段时间，大婚之日遥遥无期。我就想。 我就想让你看看我穿喜服的模样，也让你明白，夫妻的缘分可以克服万千困难。恭贺主子郡主大喜，海蝶祝你们百年好合。多谢海蝶吉言。 今晚我们是玉玺大婚，很多步骤是不能漏的。今晚，本王都听你的。真乖。首先，要一拜天地。嗯，好。过来。 感谢天地，让我们相遇、相爱。你有拜吗？有。接下来。 二拜高堂，先跳过。最后，夫妻对拜。这个也先跳过好吗？为什么没有完成对拜，就不是夫妻了？等哪天，我们俩真的能成大婚之礼。 再行夫妻对拜，我想把最好的留到那一天，好吗？有道理。那现在新郎可以拿走雀扇了。幸福，有一个这么美的新娘。